好，老板说爱吃不吃，就这饿，倍儿香倍儿香，汤里的牛肉还精彩啊。对，但是那还不够辣。在川菜馆咸不够辣，霸气外露，找死。吃了吗您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白啊。前两天跟成都的朋友聊天啊，然后就聊起来翘脚牛肉。于是我现在在北京要找，还真找了一家，据说味道不错的，人家是正有传承的。走，咱唠唠去。小店不大，看挺精致的，墙上写上了自个儿的品牌故事啊，说什么创始人四川乐山人。咱们今天吃翘脚牛肉就是四川乐山的一个小吃。其实乐山还是在整个四川的这个川菜菜系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翘脚牛肉这玩意儿发明时间好像不是特别长，过去是皇宫啊、苦力啊，就是这些人吃的，拿一个锅呀、或者一个什么的，把那牛肉特别快烫熟了，保持那个嫩劲儿，然后蘸着那个调料的辣椒面嘎一吃。为什么叫翘脚呢？有一个解释是说，发明那个人吃的时候，由于来人太多了，没地儿坐，然后就边上就坐小马扎或者犄角旮旯似的翘着腿，搭着二郎腿，说正着翘脚牛肉。不光翘脚牛肉，还有什么翘脚担担面，什么翘脚黄喉啊，翘脚肥牛，什么翘脚，反正都是翘着脚吃啊。咱我这个太胖，我就不翘脚了，我说咱坐这正好尝一尝。我点的菜都上齐了，挺快的，份儿不是很大，但每一样看着闻着都感觉很正宗。咱先尝一口啊，翘脚牛肉。安利啊，咱蘸个干碟儿，干碟儿咱不知道辣不辣，不知道深浅，轻轻蘸一点不行？天津各位啊，有一点点辣，但是还好，牛肉非常的嫩。蘸那个干碟儿，辣中带咸，咸中带香，尝不出来这不是一种辣椒，应该是两种，一种负责香味儿，一种负责辣味儿。哇，这往里钻，虽然不是肥牛，但是肥牛的口感很嫩啊，关键是这辣碟儿是灵魂的，牛肉吃的这个口感真的比较嫩。怎么想起来就到北京开一家的？我不知道真假。比如当年这个老板有一次在北京吃饭，吃了一个翘脚牛肉，他不行，结果他找那饭店老板说。那翘脚牛肉哪不对，我是乐山人。然后老板说爱吃不吃，就这个品牌故事写的啊，这不是我编的。他老板就说好，你不能这样了，走，我自个儿开一家啊。就回去学艺啊什么的，到北京开了一家。海椒面真不错，海椒真不错啊。大概是两种，它是拼的，这一看就是四川的腊肠啊，这个比较肥一点，尝一口啊。哦，完全不辣的，甜的，有酒味儿，味儿很正，略略的像广式的那边的香肠。再尝一口这个辣，这刀工差点意思啊。咱们店里也有那个四川腊肠，这切完了长得跟那个差不多，尝一口啊，感觉嫩嫩辣，很香，还有嚼劲。腊肠咱那儿有，感兴趣的去某宝搜，吃过几面小卖部，买同款啊，棒棒鸡啊，我觉得棒棒鸡，据说啊，它那个鸡肉弄完了之后，要拿棒子哒哒哒哒哒哒崩一下，让它上面那个纤维啊打的稍微那蓬松一点，然后再做出来这个鸡，主要据说比较嫩，川菜百味，好多味型，有鱼香啊、回锅呀、麻婆呀什么，这都算味型啊。其中有一个味叫怪味啊，这是怪味的，它集酸甜苦辣咸于一身的那种，尝一口，入口先是甜，淡淡的咸，鸡肉香，肉很嫩，有点辣味儿，麻味不是特别重，红油喷香喷香的，这是怪味吧，有点冤枉的，但挺好吃。比一般吃的口水鸡那个口感要丰富，层次要清楚的多。可能我吃的少，我再吃一片啊。求求你做个人吧。嗯，这最愿意吃。给大家一个特别误会的印象，就是川菜就是辣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川菜48个味型，有太多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我去四川还有重庆的时候，好像就被辣哭一回。反而现在到了别的，到北京某些馆子吃川菜，一吃哇，辣的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。人家辣椒真的又特别香，不是那么辣。来，尝个小吃，狼牙土豆。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自个儿的薯条，为了狼牙那上面那个锯齿啊，那种特殊的刀具戳出来的，有点像狼的那个牙这么起名。据说它的前身啊叫天蚕土豆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天蚕土豆什么样。哎，各位四川小朋友，你们家乡有没有现在还保留着那种天蚕土豆？谁能给我讲讲聊聊怎么回事？我特别想知道这个事儿。这个呢，据说是人家茶余饭后的一个零食，看电视的时候吃，不是正经的凉菜或者饭啊。来，再尝一口啊。
口感并不是特别糯，像很脆的那种，里边有醋，很香的辣椒，盐，确实是个开胃小吃的感觉。经过扯了，我们担担面都已经坨了，这货不就开了吗？为什么担担面？过去挑那个担子卖的，两头一边挑调料辅料，一边弄一锅煮面条，是吧？刚才点菜的时候，我还稍微心里边犹豫了一下，是点那个不辣的呢，还是点微辣的？它就俩选项，我点的微辣的，骗您各位啊。嗯，哦，很入味儿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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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辣不辣，很香哎。整个面条里不都咸咸的，伴着这个酱的香味儿，还有红油的加持啊，加起来也比较筋道。唯一缺点不辣，不辣在这儿吗？我要不要嘚瑟一下，来点辣椒？来，大拇挂我要不要？好吧，我听见了。你好，能给我来点辣椒吗？好，谢谢。我这个要不就可以是吧？对，但是那担子面好像不够辣，弄点试试吧。我这有点嘚瑟了啊，这真的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啊，因为这个玩意儿它不辣，确实影响吃起来的爽爽的感觉。尽管它很好吃啊，味道一下上个层次，有没有？真的，看来川菜就得辣一点，过瘾，好吃。哎，这个吃菜的时候要喝汤的，对吧？我知道啊，它有那汤，我这汤是一种淡淡的那种，带点颜色。哎，很不错，很好喝这汤，应该是牛骨啊、草果、豆蔻啊那种东西，就很多的中药材那种玩意儿弄出来的啊。可是简单的外表看着好不相称啊，应该是把汤都给它喝了。这顿全牛酱吃完了啊，没有小片，两个人花了145。这几个菜我吃了没有什么坑，我都很喜欢。将来有机会去乐山的话，一定好好尝尝那儿的翘脚牛肉。基本就是这样，世界很复杂，但至少在吃翘脚牛肉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谎。